主席、各位委员同仁，本院委员谢国梁等十六人，针对台湾电竞运动在国际上屡创佳绩，但始终无法得到政府正视与支持。政府与企业对电竞运动投入太少，恐不利于电竞运动永续性发展。为完备台湾电竞运动环境，并表达政府对电竞运动的支持与鼓励，建请体委会将电竞纳入正式运动项目，是否有当，请公决案。